每一日回到家打开门见到同样的家私和设计，会不会觉得闷闷地呢？想帮家换下新装又不知道怎么入手，我今天来介绍这个室内设计展就是攞灵感的好地方了。负责人阿 Jo 倾过计咧，咁佢就推介呢一张台。点解咁正呢？嗱，你知而家咧成日坐喺度咧，个 pat pat 会大噶嘛，咁所以咧企喺度做嘢咧就成为咗一个潮流啦。咁呢张台有咩咁巴闭咧？就系佢咧系有两个摩打嘅，咁所以咧佢好平衡地咧就可以升高降低，咁咧你就可以调校好我而家最中意嘅高度，譬如我咁样啦，跟住咧做嘢啦、写稿啦、剪片啦，咁跟住咧就可以饮杯 coffee 啦。跟住我想坐低咯，咁我咧就可以咧搞翻低佢，跟住搬张凳过嚟坐低，咁就可以嗌下弹下咯。嚟到呢一個室內設計展，除咗有啲靚嘅家私啦、設計咧同埋建材睇之外咧，仲有真人 show 啊！好似呢個大廚咧就喺度示範緊點樣用啲高科技嘅智能家電咧去煮嘢食啊！新的煮嘢方式啊！你睇下嗱，呢个系咪一个普通嘅台面咧？咁原来咧，你可以喺度煲嘢噶，因为佢收埋咗个 induction cooktop 喺下面啊，即系睇唔到咧佢个炉头噶喎。咁但系咧，佢无端将啲水煲热咗，同埋咧呢个台面咧都唔会热嘅，因为佢 induction 嗰个技术咧系唔会有真火啦，唔会少少暖啦。咁但系吓，系咪好靓咧？